各位老师大叔，欢迎各位收看 Baby with Angel 的 Fashion Fever 的游戏影片。那我刚刚休息一段时间以后再拍摄啦，那顺便也把前面的老鼠给找到了。那前面老鼠躲的点还蛮奇特，蛮讨厌的，不过后来第二次我还发现它出现点以后就觉得还好了。我本来想说要看一下人物设定的，不过看起来这边好像没有，我稍微看一下哦。对，没有。好，那接下来是46到1、2、3到52左右，中间穿插两个挑战。现在飞到米兰去，不知道我有什么样的剧情感转折啦。然后还是老样子，医院真是有够大声的，受不了。我又知道这边会有一个咖啡机要我来装。哇靠，这处理真好有够阴的说。
beautiful. Smart. Fancy. Sharp.好，设计礼服，来看看这是什么样的礼服可以来玩。可是这太长了，我就不太喜欢。这种的我反而在很多什么电影上面有看到，这个感觉太普通，我选这个了。好，49关开始吧。
sharp. Ink. Beautiful.刚刚那个脸超垮的，我整个快笑掉了。啊，五十关！刚刚那个脸真的有够快笑翻了。Beautiful.
Sharp. Sparkle. Smart. Stylish.好，五十一关这个挑战其实蛮简单的，就只是搬东西而已。好，来到剧情最后，在本集最后一个剧情啊，又是听人家讲话的任务了。
sharp. Beautiful.好，那游戏影片在这告一段落了。那这一集主要是讲说他朋友来，然后处理好像知道他跟朋友之间的关系，然后故意弄了一些比较让女主角生活稍微生气的方式啊。那其实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啦，这真的是很不好说什么啦，因为该说是节目效果还是说是真的太有心机，真的就是不知道了。那很明显就是女主角多多少少会很在意这个东西啊。那之后她要如何去圆这个场，就看故事的走向了。那游戏影片就告一段落了。那等一下会拍53到60，那第4章很快就做一个结束了。那就先这样了。